最主要的得是这个，像什么薛宝钗啊、贾宝玉啊，那都是往漂亮那边。林黛玉啊，哎呦，是吧？那我从小别人就说我长得像贾宝玉啊，所以这次我就来扮一个薛蟠吧。像贾宝玉的薛蟠，行，我看行。我觉得贾宝玉这个啊，就当仁不让的。嗯，我就不来了。刘姥姥边上有一个板儿，你别看他哎小朋友，哎，但是他辈儿大呀，跟着刘姥姥一块儿来的。你看看我今儿也冲一大辈儿，合适行吗？你跟着我来，我来。这有看头啊，板儿年轻了点，没问题。我呢，我就因为我风风火火的性格适合林黛玉。林黛玉是风风火火，风火版的林黛玉。行，你现在就开始塑造。哦，现在就要塑造。塑造，有哎病哎伤感，感。这是过年的节目吗？他可以破题微笑。哎，破题。那你看看。哎，还是软妈。还是软妈。